是二垒妹。二一，请教练投出，请教练投出，球投出去了。喂，他投到二垒。我现在呢，就是立志要加入啦啦队，炸裂吴宗宪，一级炸裂吴宗宪。宪哥是宪哥，左边也来了。宪哥是造了什么孽？一起来看看他当年爆红的照片。二垒，他很僵，开球把他开到二垒的那一个了。江婉婷。嗨，大家，我是二垒妹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一开始他就往二垒冲了，对对对，然后再从外野回来。大家那一段影片啊，你看完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强了，好吧？哎，请看，啊，好可爱啊！太啊，这个几年了，太好笑了，四年，我今年19岁哦。19岁了，当年只15岁而已，就对了。好，东盟开球，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江同学开出今天的第一球。学生要开球，同学们在另一边可以窃笑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江同学投出。球投出去了，喂，他投到二垒。同学先尴尬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丢左边。这个蛮有娱乐效果。哎呦，那个时候你看不懂棒球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因为每个人开球都会往二垒跑，不是，都是被拍得很漂亮，所以我就下意识的找镜头。你是去笑哟？哦，他朝着镜头那边。电视墙，然后那时候就有开电视墙，我想说他们很贴心哎，就是还开电视墙，让我知道就是我懂你意思，电视墙上面有他的画面了。对，我想说很贴心哎，让我看动作对不对？从外野那边也有拍到本垒这一头啊，你转过来看到哦，电视墙有我，对啊，我就直接这样投了。他可能也是紧张，也是紧张了哈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就丢镜头就对了。啊，19岁，你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在想你。我会想你。教你的。我就是看到你现在，就知道你当年到现在真的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呢，就是立志要加入啦啦队，真的。可以啊，你的身材也。试试看，试。会不会跳？会不会跳？炸裂吴宗宪！哎，炸裂吴宗宪！急炸裂吴宗宪，怎么样？哎，不错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还会啊，我还会其他的。啊，露露露露，加油加油！等一下。哎，我想把当年要打那个贺言的软棒来打他。我还会。我跟你说，我还会。还有，来，汉典。另外是软棒过来，两位，因为他年纪还小啦，才19岁，很活泼啦，嗨了。那你要知道，你要到啦啦队里面啊，你这样呛呛的会得罪那些学姐，怕会让人家讨厌。我知道了，既然我会被大家讨厌的话，那就请宪哥成立一支啦啦队，让我进去怎么样？我本身是没有，我可以，那个孙协志有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可以来大热门当。他们的啦啦队啊，我们这里没有啦啦，仅为你 OK 吗？没有，不是，就是我会帮每位来宾加油啊，就是给他们爱的鼓励。录影前在那，对，或者是你当那罐头笑声，负责笑。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人们。好，有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很疯，很喜欢他。你想去哪一支啦啦队？你告诉宪哥。拉库天。为什么？啊，你答应宪哥一件事情。好。你就去，人家叫你跳你就跳，然后会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讲说话，对，可以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会跳 Rakuten 的歌，真的吗？好，真的，桃园 Rakuten， 完了，你看，完了，我们看，跳，你
你跳、啊。一二三，来。讨厌 Rakuten。我们没有说假的、啊，我没有说假，就跳完了呗。好好，没关系，跳完了，没关系。小美眉，是，然后她对这个艺能界也有有热情，有一些憧憬，有憧憬的，对。但她还蛮逐梦踏实，从那个啦啦队做起。是啊，我帮你介绍。左边平衡一下吗？你听我说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左边也来。宪哥肌肉又好，你是造了什么孽？来人啊，带走！傻魔王，带走！豪哥，豪哥，处理处理，扛走，带走，拖走。想说两边平衡一下。谢谢谢谢宪哥，你听宪哥讲嘛，冷静一点，要乖。配速，我跟你讲哈，你就是再开心，你不要乱叫。你不要讲，好不好？再开心也不要乱叫。想办法，我想办法把你安插进去。哎，忍住，忍住，忍住。介绍工作。但是你要小心，可能到时候你是变投手。对啊，对。反正棒球队的啦啦队，这你都会跳嘛？对，我都会跳。我等一下给他们打一个电话，好吧？你明天就直接到社子国小棒球队。有缺啦啦队，是，我跟校长打通电话，那也是一对啊，对啊。好哟，好啦，那宪哥会陪我去吗？我还陪你去，不是你老背公哎。我跟你讲，那个 Rakuten， 我怎么那么好的服务啊？我帮你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婉婷，婉婷，婉婷，还有表演，谢谢。哎，哦，来来，对对对，我还有一个表演要献给你们。哦，好，热舞表演，热舞表演。那你们先去那边。就是有没有肿出来了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好要懂得要照顾自己。